接下来这个资料啊，是关于鬼的描述，就是根据佛经上对于鬼道众生的介绍，我们来介绍一下鬼道的情况。《长阿含经》卷第20是这样说的：佛告比丘，一切人民所具设来，皆有鬼神，无有空者。知道佛经当中说的那个含义啊，我们能够树立起佛教的正知见，对于我们这个佛弟子不懂佛法的佛弟子的一些说法，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辨别。一切皆向四趣道中，徒儿是四即丘中间，皆有鬼神，无有空者。就是一切人所居住的房屋宅舍，皆有鬼神，无有空者。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鬼神呀是和我们同时生活的一个空间，只不过是我们人由于障碍重、业障重，我们看不到它而已。根据佛经上讲，鬼也能看到人了，因为鬼有不通，这是他的报通。一些圣者也能看得到，圣者他们鬼神跟人呀，无非是像我们的东西邻居一样，老张、老王、老李一样。佛菩萨是慈悲的，他不认为鬼是可怕的，他也不认为鬼是可恨的。佛菩萨看鬼是一类众生，看人也是一类众生，就像看我们是邻居一样。一切的皆向四趣道中，就是我们说的马路上、巷道中、田野间一些路上，徒儿是四即丘中间，徒儿就是一般说的那个屠宰场为什么屠宰场也是鬼寄居？那个接下来我们讲鬼道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吸血鬼，屠宰场血腥味浓有流血的因缘，所以吸血鬼也寄居多。所以就土儿市肆，市肆就是市场，贸易的市场，即丘中间，丘一般是高低不平的荒野，中也是坟墓，丘中间。根据佛经上讲，这个荒野坟墓啊叫鬼神村，树林子是鬼神村，鬼神村有好多种，在这里不展开皆有鬼神，无有空者。凡住鬼神，皆随所依，即以为名，依人名人，依村名村，以城名城。这个依也是依靠的依，就是这样的鬼神呀，一般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以所依处命名的，是这样。所以经常有讲到山神、河泽之神、树林之神、药草之神、石神、石头的神，石神，包括了方神、城隍土地，这都是以所依处而命名的鬼神的名字佛告比丘，一切树木极小如车轴者，皆有鬼神依止，无有空者。一切树木上，如果这棵树长到像那个车的轴这么粗的话包括以上的粗度的话，那么这棵树上极有可能就有鬼神依附着。那么他们叫什么鬼神呢？他们名字可以叫做树神，就是这个含义。这是在说鬼之前，从《长阿含经》上给大家念了一段经文，让大家明白。只要你们听了这段经文，然后他们在由于不入法这些说法的话，不至于把我们吓倒了下面是根据佛教当中的《法院竹林》卷第六，描述的关于鬼神的情况。在卷六当中，它有鬼神的对鬼神的描述，一共是分11个部，11个部，在这里你给大家念一下，哪11个部？第一个是数义部，就是讲到鬼神的特点，鬼神的总体特点是什么？这是数义部描述的。第二是慧明部，慧明部是我们叫它鬼道，那么鬼道到底叫什么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第三是住处部，鬼神到底住在哪里？正住在哪里？反住在哪里？是这样。列数部，鬼神有多少种？
多少种，一种一种一种的列了很多。接下来是业因果，业因果就是众生造了哪些业因能够堕落鬼神道，再就是身量部，身量部去，他们的长相、长短、大小、高低、寿命部，啊，寿命多长？接下来是好丑部，他们的长相什么样？接下来是普若部，里边包括了恶鬼，包括了有财鬼、少财鬼、无财鬼、大力鬼等等，啊，还有贵贱部，还有舍宅部，舍宅部就是讲到鬼神的住处，他们的住处包括宫殿，有的有宫殿，有的没有宫殿。先讲数一部，数一部是《法院注灵》上是这样讲的：复论鬼神之法，特喜要挟，冥冥之中偏夺罪力，活出幽岩，诈以高龙绝间心同之理，荒郊人也之中，以中阴声，特气行事，摇动凡事，控不于情，假事为光，虚为怪象。这是鬼神总体的特点。这个总体的特点，只是这样念的话，大家可能不容易明白什么意思。这样跟大家翻译过来是这样啊，鬼神的特点，大国是这样的，他们就特别喜欢妖里妖气，特别喜欢妖里妖气，邪而不正。在不为人类所知的暗冥阴密的生活里，造作许多的罪过，啊，就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他们活住在幽隐而寒气袭人之地，或栖息于高山峻岭、深山丛林、绝壁原水之间，或是在荒郊野外、杂草丛生之处。也可以这样说，虽然鬼神和人是同时生存着，但是他们选择的往往是高寒之处、阴暗之处、阴冷之处，啊，人少的地方。佛经上讲它为鬼神之村。他们的特点是经常发出各式各样奇怪的声音，搞怪吗？或者现出各种形、各种奇形怪状而来。以动摇凡夫的意识，以动摇凡夫的意识，就是扰乱人家，确实是扰乱人家。以控不愚蠢的俗子，他们制造中各种鬼神光芒，变换出怪异的形象。鬼神有五通，他们能变化。我在大悲咒的讲义上也讲到过，啊，比方说我们供养护法或者鬼神。他们有的是随这个我们这个念力感召啊，那么他们马上现前，因为他们有五通嘛，啊，可以说他们不用买车票，你这里一请他，如果响应了，刹那间接到，啊，鬼神啊，他有一种是化现化身的，这是鬼神的特点。第二就是慧明部。慧明部念完了以后，给大家解释啊，鬼神到底叫什么名字？那个云何名鬼道，就是那个意思是鬼道的名字是什么啊？如《历史论》云，鬼道名闪多归，阎摩罗王名闪多故，其身与王同类，故名闪多。在那个《历史论》当中啊，说鬼道他的名字实际叫闪多。这是佛经上讲的，鬼道，鬼道是我们一个通俗的啊，比较通俗的称谓，它叫闪多。为什么叫这个闪多呢？因为阎罗魔王他这个名字就叫闪多。鬼道的所有的众生与阎罗王的果报有相似之处，就是他们是一种同一类的众生，所以说鬼道的一切众生统统叫做闪多，闪电的闪，多少的多。复说此道欲与广完善恶相通，故名闪多。鬼道的众生欲与广完是什么意思呢？鬼道的众生啊，他也能上天，他也能入地，啊，他有神通，能够与人啊有所接触，也能够与天有所接触，还能够与地狱众生，包括畜生道有所接触。所以说，
能够与善恶相通啊，所以呢，叫做闪多，闪多是印度话啊。鬼道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啊，问了，高过鼻去名鼻里多，鼻里多在楞严咒上看到过没有？楞严咒上有个鼻里多是吧？这个鼻里多就是鬼道的名字了，啊，鬼道的通称。那么，为什么鬼道又叫鼻里多呢？这个在《摄神论》当中啊，有解释了。啊，如今时鬼王世界名阎魔，但是呢，现在的鬼王世界是叫阎摩罗王，他叫闪多，但是杰出时的鬼王世界，他就叫毗黎多。最早的鬼道的那个国王，他这个耶稣说是那个阎摩罗王，他叫毗黎多，所以从那个时段引用下来，鬼道的一切众生也叫毗黎多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来讲呢。认识到鬼道有正统的有两种名字，一个是毗黎多，再早的名字，现在也在用，一个叫闪多，是这样的啊。也有的说鬼道是由于在身体、语言及心理上不停地造作吝啬、贪婪之恶劣行为，因此而升到鬼道上去，结果获得饥饿口渴的报应。是鬼道的众生最大的特点。就是身口意的造作非常的吝啬和贪婪，悭贪，这个悭贪实际是两方面的含义，悭者不施，就是不去布施啊，拿着自己的财看得很重啊，舍不得布施，这叫悭贪呢，就是祈求别人的东西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我的是我的，你得也得享受我的，你那么也可能要说我享受我的，就钱钱嘛，我的东西你想用，门儿也没有，这是我的，那就钱。他们的你那个，哎呀，是不是我那个？我看看你那么茶壶像我的呢，别人的茶壶像他们的，钱贪就是这意思啊。所以说呢，鬼道的众生啊，往生到鬼道以后，就是经常感得饥渴的业报，饥渴的业报。所以佛教经典当中，又把鬼道以恶鬼来命名，就是叫恶鬼道，用恶鬼作为来所代替他们的名字，就是这样啊。经百千岁不闻水名，岂能得见？经百千岁不闻水名，何况是见道呢？所以这一点啊，就是在这个说鬼的后半部，就有一个经上的实例，我们再展开讲。况复得处，名字也不能得闻，也不能得见，何况是能拿得到，能够享受得到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或有福大如山，焉如针孔，虽欲饮食而不能受。有的鬼呢，肚子大如山，那个咽喉啊像针孔一样，偶尔遇到饮食也不能享用。这个呢，在讲到鬼道的内障外障的时候。啊，就讲到了在这个展开。也有的说鬼道是经常为诸天取钱服役，经常为诸天奔走劳动，所以叫鬼，鬼嘛。有一部分鬼啊，在底下面讲到啊，有一部分鬼啊，他能上天，他能够到玉皇大帝那里第二层天，他到那里去干什么？就是为诸天神所驱役劳动，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叫做鬼。而能够上天的这一道的鬼呢，这种鬼呢是鬼道当中的比较有威力的、比较有福德的鬼啊，鬼的差别比人的差别还要大啊。也有人说呢，有希望所以叫做鬼，你有贪就叫做鬼，所以这个鬼也它涵盖了很多的含义，因为在六道里面没有其他道的众生比鬼更有贪求希望心理啊，其他道的众生呢，相比鬼道来讲，鬼道的众生的贪欲性要强，是这个意思。在《菩萨论》里面说呀，鬼呀，很心虚胆怯，不为甚多事物。鬼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心虚、恐怖、里外不实，啊，表里不一呀，就是这含义。恶鬼啊，也叫吸球鬼，因为他们经常的向人或
或者向其他众生祈求饮食，用以活命。因为鬼道有一种恶鬼，这种恶鬼由于果报的先前，常常刹那刹那被饥渴所煎熬着。由于这种果报，所以他们刹那刹那都想从别处得到吃的喝的。所以说，有把这一类的众生称作习求，习求就是鬼的一类啊，鬼的一个特征，所以叫习求鬼，这是鬼的名字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来讲鬼道的住处。在《菩萨论》里面说，恶鬼啊有二住，一是正住，二是贬住。恶鬼道有两种住所，第一是正住，第二是贬住。实际在很多经典当中，对于恶鬼的住处啊，有不同的论述啊。在刚才那个论点当中是这样讲的：此阎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恶鬼界，为阎罗王灵，是其正处。阎浮提呀，就是咱们那个娑婆世界之下五百由旬，一由旬在佛经当中，我们现在把它认为是四十法里，实际在历史上有四种翻译，一种是八十法里，一种是六十法里、四十法里、三十法里，我们现在多采用了四十法里。咱们娑婆世界五百由旬之下有恶鬼界，被阎罗王灵，是其正处。娑婆世界底下五百乘以四十法里深的地方有恶鬼界，实际上就是有恶鬼的世界，被阎罗王灵，就是阎罗王啊，是他的国王，在那里统领恶鬼道。这是论点当中讲的他的正住之处。有正住有偏住吗？善生优婆塞经里也是这样说，经上说五百由旬的下面有阎罗王的鬼城，这个鬼城啊，四周围有七万五千由旬，四周围有七万五千乘四十法里啊，阎罗王带领鬼众住在里面。在五道苦经里面说，有一部经叫五道苦经，五道苦啊，讲到那个六道轮回当中，六道轮回有时候翻译成五道，因为把那个阿修罗道啊分解了啊，有的你说六道，有的说五道。五道苦经里面说，恶鬼大多集中住在两座跳尾山的中间，所以呢，有寄语是这样形容他们的：两座跳尾山的中间不能得见日月光芒，恶鬼寄居其中，以便偿还宿世罪业。这是五道苦经，这是讲的鬼道的正住啊。接下来讲的鬼道的边住，菩萨论说也是有两种，一是有韦德，二是没有韦德的。有韦德的是住在山谷，或住在空中，或住在海边，皆有宫殿，国宝过人。有韦德有福报的，或者他们住在山谷，可能被我们俗人呀当作山神了，或者被我们所人当作某个地方神灵供养着，因为有宫殿嘛。他们有宫殿，可能我们看不见，但是事项上有可能和我们响应，和我们人世间响应。比方说那个某某某山神啊，可能有一些信佛的或者是信迷信的，就给某个山神盖了一座山神庙。某个地方的土地神，可能就有人给他盖了一个土地庙，他是响应的。即使这一座山神没有人给他做盖什么庙，根据他们的果报来看，我们看不见的宫殿他们应该是也有，就是这个啊。即使是我们对这个山神盖了一座庙，如果这个山神没有那种伟德和福报，他也不能享用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啊。我住在空中，我住在海边，皆有宫殿，果报过人，他这个福报有时候就超过人，因为鬼有五通，这是他的果报实在啊。比无德无为德者，或以不敬愤恚而住。没有伟德的一类鬼，或者是以什么呢？不敬愤恚而住，不敬愤恚。可能我们大家有过这种这个经历，或者听过这种事例啊。有的人呀，走到一个
非常不干净的地方，回来以后啊，他身上起了一层疙瘩，有没有？啊，或者是走到就是不净的地方，回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病了，或者是昏沉做梦，或者是干脆就民间说那种掉魂了。啊，对，反正是不舒服、不干净的地方、不净洁的地方，在这里讲到了，没有尾巴之鬼，往往依附着不净的地方，或者是粪秽而住，所以就你们不要害怕。我们的厕所就是鬼神之村，这是经常说的，懂不懂？所以经常讲，那我们尾义上讲，上厕所的时候三坛脂，入厕之前，啪啪啪三坛脂，懂不懂？现在有人谈不响就拍手，啪啪啪，啊，这是入厕之前，进入厕所之后你登上厕所了，要对着底下啪啪啪三坛脂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或者是拍，或者是弹，因它叫三坛脂。现在很多人弹不响就拍手，对，弹脂嘛，啊，就这样，这叫三坛脂。为什么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懂不懂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佛经？就是明白道理。很多民间的人，不信佛的人，往往就是他们遭到了一些不测以后啊，找不着原因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小孩突然间发烧了，他日大娘说掉了魂了，为什么地方的魂呢？啊，为什么去了一个地方回来以后浑身红肿呢？找不着原因，为什么？假如说我们去厕所了，对着厕坑啪啪啪翻痰吃，这就避免了一些冲撞，对恶鬼的冲撞，懂不懂？这是经常告诉我们。不但告诉我们说厕坑就是无德之鬼的依附之处，还告诉我们入厕有三坛脂，这不是经常告诉我们的，什么道理吧？在某一个地方，哎，有一个法师做超度，放焰口撒了个米，啊，做了十几年的焰口了，很熟了，突然间遇到了一个姻缘，哪一种姻缘呢？放焰口的时候上外。布施那个米和吃的那种撒那个米，他这个手抓了一把米以后就上外甩，这一把米像馒头一样粘到他的手心上，一粒都不掉，奇怪不奇怪？就碰着了，所以说就怕碰巧了。我们有时候做的很到位，都不见得完全能够避免这种危害。假如我们不懂，再加上不知道怎么处理，那么可能就经常犯这种危害。当我们冒犯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不舒服，我们也不舒服，啊，所以说只能啊找他二大娘那个黄奶奶给看看，那你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人不太走到的那种深山老林，或者是由这个腐草啊、烂木啊，或者是我们经常倒垃圾的地方啊，大家都上那倒垃圾，都上那倒垃圾。啊，并且是有时候那垃圾里面有些烂苹果呀、吃的散发那个味儿，可能就无德之鬼、无为的之鬼就在那儿，那就是他们的村子。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当然咱们佛弟子可能不会经常遇到这种因缘。那次我跟师傅们去来过的一个寺院，去了以后走了一个大家都不经常走的小道，那么我在前面啪啪啪弹着直上前走。后来师傅问你干啥了你？弹的就是景色，弹之嘛有景色之意，有允许之意，有赞叹之意，懂不懂？有三个含义。比方说你讲你的心得体会，我听得很高兴，啪一弹之，赞叹，嗯，这个好，赞叹。或者开许，开许是什么？比方说你问我师傅，我那个事儿能不能做，或者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可以吧？我要不说话，一弹之，可以的。开始了啊，还有一个警策，警策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要困了啊，弹指啊，昏沉出定吧，哈哈，那意思啊。实际上这个警策的作用呢，在一个特殊环境之下我们要用的话，就是有警策的作用，就是让那些依附着不净
而住的鬼神叫他们躲一下，互相的不干扰不冲撞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通过经典当中啊，诵经看经，通过经典当中掌握一些方法，明白吗？是明道理吧？或者是以草木种木而住，草木啊就是荒草野坡，荒草野坡，哎，种木呢就是坟墓而止，或以平丧故区而居，故区，再是农村那个常年不住的房子，这里边也有，新房子也有，无非是常年不住的房子的内容，叫他说那种更厉害，他们老鬼了，是不是啊？皆无赦贼，果报猎人，叫做没有为德的鬼，他们自己没有可惧之处啊，所以是到处的依附而住，到处的依附而住，他们的果报比人惨多，就是这个含义，也没有住的，也没有吃的，非常惨。而往往附体的、恼人的，或者是祸害人的，或者我们冲撞了他不让的，往往就是这个果报不如人的这一种。有很多民间的所谓的附体，附体的那种东西，不管他是什么奶奶也好，什么爷爷也好，往往比人是惨的。可以说他是通过附体这种形式而获取点吃的、用的或是住的，他是这个含义。真正的天神非常有鬼德的，比方说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在天上刹那刹那享受他们的玉露，这是他们的国宝，不可能到一个老太太家落座看病。一个老太太好几年都不洗一次脸，那个鼻子啊经常腾腾的一擦，他就能说玉皇大帝附体了。玉皇大帝看了咱们这个世界，就是非常的腥臭难闻的。天人看着我们人世间腥臭难闻，天人说啊，人间那种臭气就是通天，叫臭气通天，就是说的我们，知道吧？你说可能为了那个老太太一个苹果下来了，吞了那个鼻子才给我们看病，是不是那意思？所以说我们正确理解，当我们啊解释了这个鬼神的这个特点的话，大家能对这个我们的一些做法，包括一些不入法的人的不入法的说法，包括民间的一些不入法的事情，你们心里很明朗，你们心里很明朗。在论点当中又说，四天下中西有鬼住，四天下中西有鬼住，东西二方有伪的鬼和无伪的鬼。四天王天知道了，我们往上一共是竖直的28层天，我们第一层天上面的是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包括一下都有鬼神居住。这里讲到东西二方有鬼的鬼和无鬼的鬼啊，这个东方这一周西方这一周都是也有鬼的鬼，也有无鬼的鬼。北方北天王那里啊，唯有鬼的鬼住，就是只有福报有鬼的鬼住，没有无鬼的那鬼住。因为你北方他们那个国报非常殊胜，乃至刀立天中已有伟的鬼神住，因彼住天所去使故，自上住天更无住处。到了刀立天宫，也可以说是到了玉皇大帝那里以后，也有伟德的鬼神居住。不过这一类的有伟德的鬼神呢，是被住天神所驱使和奴役，从第二层天往上就没有鬼神了，就没有鬼了，只有天人了。这民间说的那个鬼神，神仙和鬼它分不开啊。佛经当中那个鬼，它就是仅限于第二层天往下的鬼神，再往上那种纯粹的就是天人，天人和鬼神是不一样的。这是鬼神的所住的地方啊。接下来再讲到列数部，列数部就是都是由哪一类鬼神，每一类不同的鬼神
到底是有哪一种不同的特点。以正法念经说，恶鬼啊，是讲到恶鬼啊，就是鬼道，大数有36种，淫啊，行淫不等，受报个别。虽然都叫鬼道，但是他们因为众生的因不一样，那么他们那个果报也有所差别。在这里有个列举，第一是汤祸鬼。汤祸鬼啊，这种鬼生前受人雇用来杀生，所以受在国内被捡走的果报，或者受别人的托付，暂代别人保管财物，结果盗取不还给对方，因此受汤祸之报。汤祸之鬼这一种鬼啊，就是经常在那个锅里被煮着，经常被在锅里煮着，受那种苦报。哎，这种鬼是怎么来的呢？受别人就是生前啊，受别人啊委托代为保管财物，到期不还，代为保管财物到期不还，这种啊就是一类。还有一类就是生前啊受人雇佣来杀生，这两种可能我们都能够接触到。我曾经讲过，因为我很少出去逛街，有时候看到市场那个市场头上有些大牌子广告牌，说是专杀活鸡，专杀活鸡，看到过没有？市场上，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说因为一个禽畜市场嘛，别人买了鸡以后想杀不敢杀，不会杀，想拔毛也弄不利索，有的想盘鸡也盘不好，就专人有干这个的。那么我买了个鸡以后，叫了个专人给我杀掉，盘好洗净，收1块钱，一天他能杀几百只，能挣几百元，这就是职业杀手一样的，实际上就是职业杀手嘛。这种职业杀手死后以后堕落恶鬼道的话，他会是成为祸汤鬼，就是在报德，在那个祸汤当中煮着煎熬着。还有就是代为保管财物到期不还，据为己有的，历史上有，文学作品上有。去年我认识了一个就是教练，这个教练是驾校的教练，谈了一个投机，他就说他爸爸还死了，意思是让我超度一下。怎么死的呢？他爸爸在济南某一个地儿有一处房子非常大，这个地儿也是个很繁华的地方，因为他们长期住在外地，他爸爸就让他朋友住在他那个房子里，那个意思是你给我看家就行了，住就行了，我也不要你的房费，你给我看家就行了，可能几百平方的房子。结果不几年以后，他爸爸这个朋友把这个房子搞成自己的了，然后卖掉了，失踪了，你看吧。他爸爸再回来一看，这个东西变了主人了，因为人家的手续是合法的，全的，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怎么搞的，意思是我这房子住不了，住不着，让你来住，并且不收你的房费。你看几年以后成了自己的，卖了，他的朋友的失去联系找不到了，他爸爸一病就不起了，慢慢死了。代为保管财物，到时候不还，祸汤鬼。第二就是真口臭鬼，真口臭鬼也是以财雇人另行杀戮，故咽入真缝，滴水不溶也。以财雇人另行杀戮，刚才那个是专职的杀手，这个是雇人杀生的人。比方说，我买了个鸡，让一个人偷了来，这个我就是真口臭鬼。那个秃噜的就是祸汤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现在我们经常听说的那一种呢，生意啊，同行一看不行啊，你挣我的买卖，那咋办？找上人闹上，找上人闹上，雇人行凶啊，真口臭鬼。他的果报是咽入针缝，滴水不溶啊，咽喉啊很细很细，像个针底儿一样，滴水难溶啊，就是。
因为这种鬼也经常感到饥渴，咽喉非常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这就叫恶鬼。第三种是食土鬼，食土鬼他只能吃到别人吐出来的东西，懂吗？别人吐出来的东西，那个馒头放在那里他看不见，他也吃不上，别人吐出来的东西，哎，他有缘的话能得到，这就是食土鬼，这就叫果报。所以说鬼道的众生的果报要比人的果报差别是很大的。复劝复食，复习言无，积财吝啬，故常食土啊。这古代丈夫劝妻子不食吧，妻子说没有不行，积财吝啬啊，挣钱了吗？挣钱了，积累了财富了吗？积累了，也不布施，也不供养，也不行善，这种情况常食土也。食哪种土呢？经常吃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，别人吐出来的东西，因果报就是这样的，这我们大家一定要相信。在一部经典上，可能是释迦佛的一个弟子，因为他们的弟子啊证得阿罗汉果位了，证得阿罗汉果位有很多是有神通的，那么看到一个恶鬼娘俩在河边找吃的，恶鬼嘛明明有河水他看不到啊，找吃的，看到那个这两个恶鬼的娘俩，你看到释迦佛那个弟子了，目犍连了，就哎呀，他说尊者呀，我知道你有神通，我也知道你是圣者，你帮我看看我的丈夫上哪去了，我的丈夫走了好长时间了，他出去找吃的到现在没有回。目犍连跟他说，你丈夫叫什么啊？叫什么叫什么，说了啊，因为本来目犍连有神通，一说还能对上号，说行吧，抽机会我见的话我就给他捎个信儿，叫他赶紧回来，孩子也饿了。过了几天，目犍连用神通找到她丈夫了，找到她丈夫，她丈夫啊拄着根棍子，攥着个拳，到处瞪着眼找吃的。然后目犍连说了：“你是不是那个谁呀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那个尊者，你上这来干什么？他说：“你那个媳妇给你那孩子在家等着你了，你不是出来找吃的吗？你到底找到了多少了？”然后这个恶鬼丈夫就把那个手伸开了，是吧？尊者，你看，好几个月以前，有一个修行者念了一句咒语，吐了一口痰，好歹是没话了，就抓住了。念了咒语，不是给恶鬼吐了口痰，他说好歹是没话了。如果不是个修行人，吐出那个痰可能拿不到，因为这个修行人他去念的咒语，目的就是为了不是给恶鬼。我们佛教当中还有一种方法，我们大小便的时候、呕吐的时候、擤鼻涕的时候、吐痰的时候，都可能念一个咒语，布施给恶鬼和地狱的众生。我们有这个法，懂不懂？所以佛法非常圆融，佛法也非常非常完美。所以这个恶鬼丈夫，你说几个月以前，有一个修行者吐了一口痰，念了一句咒，布施给我们了，叫一把抓住了，到现在他没化了，没干掉。你看，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攥着。这食土鬼嘛，这经常有这个实力啊。我们有机会的话可能探讨啊。第四呢是食粪鬼，食粪鬼就是吃大粪。由妇人匡扶自担饮食，恶陷腹部，常食土粪，食土食粪，也是能够吃人的鼻涕啊，吃人呕吐物啊，或者是吃这个大便啊等等。从这里可以说，有很多小孩的莫名其妙的呕吐，有可能是这一类鬼的捣乱。他吐了他就能吃，他不吐的东西他吃不了。你看这种果报，这种果报是妇人匡扶啊，这个媳妇经常欺骗丈夫啊，他自己有吃的，但是你不给他丈夫吃，瞒的，就是他丈夫出去干活去了，他自己在家里做好吃的。这个以前有过，现在很少，现在生活好了不会发生这个啊，但是这种心念还会有啊，这种事项也在个别地方会有。他丈夫出去非常劳累干活了，挣钱了，回来的时候他马上把他做的好那个藏起来了，今天没有吃的，今天仅仅是这一点不好的，吃完了以后他丈夫又走了，他拿回来又吃啊，就这种。
这种呢，就是死了以后做恶鬼的话，就是吃那个别人呕吐物或者吃大便。第五就是食火鬼，由近人粮食令其自死，不受火烧，嚎叫即可哭也。这种鬼要前世不给人粮食，让人活活饿死，因此成恶鬼之后经常被火焚烧，因而受到嚎叫即可的痛苦。这个不给人家粮食，应该是我们这样理解，或者是当官的他管这个呢，本来发给应该发给人家，但是不发给人家。我们现在所能接触的就是赈灾，知道吧？赈灾的粮食、赈灾的衣物啊、钱财，很多人呀能够敢挪用赈灾的东西来众包私囊。中饱私囊，他不是少这个东西，而是他想积累起来供他享用。赈灾的这种东西是救命的，当下能活命的东西，所以他不做了恶道可能了。生前不给人家粮食，让人家活活的饿死了。我在某一个地方，最近在某一个地方看到，接触到一伙子敬老人吧，在一个敬老院里接触到一伙子老人。我给那个他的领导探讨起来的时候，政府嘛拨款给老人敬老院，一个人的标准是多少钱，实际上到真正的到老人的手里的那个花费那个钱远远少于那个数。为什么？被某些领导分流了，就这样。食火鬼能不能懂？分流了，本来政府是统一的安排的，敬老爱幼，这都是我们传统的民俗嘛。搞了个敬老院，上面有拨款，按标准来的。你看，被某些领导给分流了。第六就是食气鬼，多食美食，不食其儿，常困即渴。常困即渴，唯得嗅气也。多食美食，这就是男的了啊。这种鬼你生前自己独食美味的食物而不给妻子儿女吃，因此成恶鬼之后经常饥饿口渴，只能是闻这个味道而活命，闻这个食品的味道来活命，能懂吗？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，有一种恶鬼啊，它生活在不净之处，这个不净之处可能是我们的垃圾场，因为你的垃圾场里有那个吃剩了的西瓜皮扔到那里，那个西瓜皮一烂，它就冒那个味儿，可能就赶着这种鬼去了，懂那意思吗？这种鬼怎么做的鬼？你生前不管妻子儿女，不尽责，明白吗？不尽责，然后自己顾自己去享乐。现在就有的家庭非常不负责任，喝酒、赌博、麻将、游戏、吃喝嫖赌五毒俱全，吃喝嫖赌丑成六毒了，是吧？好多年以前，我出家以前吧，见到过一个，在一个医院的门口，医院的门口一些小吃店，这个小吃店很小嘛，生意很小，就是有酒有炒菜，正好我那天去吃饭，见到一个。扎着绷带，脸上扎着绷带的人去喝酒，一边喝一边说，他说你看，他为什么扎着绷带呢？就是喝酒大了，出车祸了，出车祸住院，他还得出来喝，医生不让他喝，他说医生不让我喝，你是真不让我喝还是假不让我喝？我说你为什么说这个呢？你看我那个床住院的时候先找了个人，我那个床叫加九号，加九号。所以是医生让我加酒啊，所以他就偷偷的出来喝酒，他没有办法，不顾他的妻子儿女，食气鬼啊。第七是食法鬼，食法鬼啊，为求财力，为人说法，身长饥渴，身肉消尽，蒙僧说法，命得存利。为求财力，为人说法，你听的是什么？这里没分在家和出家，只是说的因缘果报。就是出家人为了名利去为人说法，就是说正法，就有可能赶在这种轨道。
所以说法有那个五种不净说法，我们这里不想展开。不净说法实际上也讲到这儿了。为人为了名利，为了财，这个为人说法，如果是堕落到这个轨道上了，那么身长即可，身肉消尽，蒙逢说法，命得名利。哪个地方有僧人说法，他去听，他就能活命。你看这种味，可以不吃，啊，果报如此。哪个地方有诵经的，哪个地方有讲经的，他就听，这种味去听见了，听法他就能够活命。啊，僧人也跑不出这种厄运，为什么？只要你的发心不正，就有可能感到恶报，这是定的，因为何因何果嘛。如果是在家人，更应该考虑了。在家人更应该考虑了，这个是非常麻烦啊。我们讲经的目的是为了名利，名利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我们修行。十法轨啊，第八是食水轨，有古酒如水，以火于人，不吃斋戒，常患焦渴也。食水轨，这种鬼呢，生前啊可能是给卖酒的，卖酒给人的时候啊，酒内掺了很多的水。我们现在一般的喝酒啊，就是成瓶的、成桶的，几乎是不打了。头几年有散酒啊，这个酒内掺了很多水，用来欺骗愚笨的人。由于卖酒给人，是让人愚痴颠倒、迷糊、失去正念，也可以说他是犯了佛教的戒。虽然这个人他自己可能没受这个戒，但是这种性质是不变的。因此成恶鬼之后，经常是渴得不得了。大家我听说过有一个在蒙古和汉族交界地里有一个故事吗？汉族人开了个酒店，他是自己造酒，那么蒙古那边呢是打猎的啊，所以蒙古人那边冷，经常的把这个酒皮囊就包到身上，冷的时候就喝一口，冷的时候就喝一口。东北有时候也这样啊。这一天一个蒙古人就是用骆驼掏了很多的皮毛，包括一些干肉，就走到来到咱们汉族的一个造酒的这个酒家，他是有一个商店，自己也有酒厂，换酒，用他的东西换酒啊。那么这个换酒这个酒老板吧，酒店那个老板吧，让他吃喝，喝的有点大了，那么给他把他那皮囊呢灌了很多酒，然后把他那酒壶里也灌了很多酒，但是他那个酒里面呢就加了很多水啊。这个蒙古人还开始和他交易之前呀，曾经品尝过，品尝的时候那是真的，可是上他皮囊灌的时候那里边就加水了，所以那个酒啊飘到上面，他当时没有发现底下是水啊。伺候他很好，把这个皮毛留下后，把这个干肉留下，那么这个酒家就把他加了水的酒灌到他的皮囊里，让他回来回去了。他这一走啊，好几天的路程，骆驼驮了嘛。这个时候遇到天气变化，突然间暴风雪降温，暴风雪一降温，这个蒙古人就冷了，冷了以后他解开他怀那个酒囊就喝，喝着喝着不对味儿，没酒了，水了，成了，就因为这个事冻死了，就冻死了。冻死了以后不长时间，这个酒家他那媳妇生了一个孩子，生下来以后就是个傻子，天生就是个傻子，一直养到十几岁都是个傻子。后来他多方求医没有好转，治不好。这个酒家别人就跟他说了，说到这个姻缘，他说你那一次坑的那个蒙古人是不是哪一年，是不是怎么走的，别人跟他说，他一想是就是这样走。然后你回去问一问你这个孩子他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名人我忘了，他那孩子你从小会说话的时候不说别人就是说他爸爸的名字，某某某某某某的酒啊好酒，某某的酒啊好酒，我忘了他爸叫什么名字了。从头到尾一直就这样念叨，其他的学不会，就是个天生的傻子。后来别人就是一个道人就告诉他，你这个儿子就是你让你冻死的那个蒙古人他是来讨债的，非常现实的一个讨债
可能他一辈子也就是那样，治不好。食水鬼啊，第九是希望鬼，用买卖竞价取矿取物，偿还即可，偏灵祭祀而得食也。有一种希望鬼呀、啊，是当他的后人，去祭奠他的时候，他才能有吃的，平常找不到吃的。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，我们顺应民俗去坟头上烧香磕头去祭祀的时候，会有一部分鬼得到，就是这种希望之鬼。这种希望之鬼生前是由于做生意跟别人买卖讨价还价，欺诳众生，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取东西。昨天我讲到了，十斤香蕉只是7斤半，啊，小秤大斗等等啊，这是希望鬼。这种鬼神就是在别人祭祀的时候，他在那个坟地里才能享受。这个坟地里不管是谁来祭祀他的祖先，这种鬼有缘的话，他就能够享受这个祭祀品。第十就是食唾鬼，以不敬食诓出家人，身长即可，横背煮烧，一求人唾，坚持不敬。这一种呢，就是也是吃人吐出来的东西，唾沫、唾液，坚持不敬，就包括粪便等等。这种人呢是什么呢？极有可能生前以不敬的饮食欺诳出家人。在经上，佛陀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出家人去化缘。有一家人嘛，业障现前，他都是嫌烦这些出家人老是去，哎呀，老是来烦我，我不想给你们。你看他不给，那人也是来了又不给你走了，他还有的还来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托钵化缘这种佛教环境嘛，所以有一个人业障现前了，说你等着，我给你盛好的，拿了个钵给他放上大便，放上大便以后。盛了一点饭盖到里面，盖到上面，那么这个出家人呢，就是端了这个锅就回去了，回到他住处而吃。他回到住处以后，他先把那个锅放下来，然后洗手洗脸暂居，坐到那儿然后开始吃。他洗手洗脸暂居的过程当中，那个锅里就是腥臊难闻了，他那个饭和他那个东西就是掺到一块儿了，一路上逛逛逛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么人食唾鬼。第十印是食慢鬼，以前世间道佛发慢，用字庄严，落人遭事，以这个慢上计，因得慢食也。什么意思呢？这种人啊，可能是前世偷盗佛前的花慢，以字庄严，他把供佛的那个花拿起来扎到他的头上了，他漂亮啊，以字庄严嘛。这种人堕落了鬼道以后啊，他吃什么东西其他的得不到，就吃别人遭了横灾了横事了，然后在坟头上有供花啊，花圈花蔓鲜花供养，他吃那个花。如果是没有人供养的话，他就得不到饮食，这叫食蔓鬼，花蔓嘛。第十二就是食血鬼啊，食血鬼有杀生血食不食其子，受此鬼身，医学祭祀方得食之。有一种鬼呀、啊，是别人有血肉祭祀的话，他能得到饮食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民俗啊，往往是一种血肉，就是用肉啊、鱼啊、鸡啊这个来供养。确实有一种食血鬼能够得到。啊，这个食血鬼就是前生杀生。食血，血食就是杀生吃肉，但是你也不食其子，自顾自，最后堕落恶鬼道以后，他只能享受别人祭祀的血肉。食单就是食肉鬼，以众生身肉软软称之，买卖欺诳，因此因受此报，堕诈丑恶，人恶见之，祭祀杂肉方得食之。这种和那个吸血鬼呀、食血鬼有点相似了。这种鬼生前把众生的肉一块一块的用秤来卖，而且是少斤缺两，因此受恶鬼身之后啊，长得十分的丑陋，并且是爱欺骗人，
这个鬼都爱欺骗人，因为鬼最大的特点是贪婪和虚狂不实嘛。大家都不喜欢见到他们，唯有在别人以杂肉来祭祀的时候才能有吃的。别人用杂肉啊祭祀的时候、供养的时候，哎，他才能够有吃的。这种人生前是什么呢？根据这个论点上，他的描述，我们可以这样看待：他就是卖肉的。先不说是杀生，就是卖肉的，一块一块一块分解，然后卖给大家，并且是啊，少斤缺两，欺诈无辜，啊，就是这样。他生那个堕落恶鬼道的话，他是食肉鬼。这种人当别人用肉来供养的话，他才能有吃。第十个是食香鬼，由卖恶香夺取抽脂，为食香烟，后受穷报。哎，分解的比较详细了。这种鬼啊，生前是卖劣质品的香，因为这个香啊，一般都是供佛菩萨或者供某个神灵的。如果说这种人用卖这个劣质品的香，那么这个香用于供养佛菩萨的话，充好啊，就是一次充好，欺骗取得很高的价格，因此受恶鬼报之身，只能吃这个香烧出来的烟。受完恶鬼报之后啊，投胎做人时也受贫穷之报，也是受很贫穷之报。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《布袋和尚》吗？看没看过《布袋和尚》？布袋和尚有一个鬼妹子，知道吧？看过那个连续剧没？哎呀，富贵积累四财啊，有一个鬼妹子，她是个烟，死了她是个鬼，然后她凭着一念的心意又跑回到她老家，叫那个布袋和尚，那个他那个弟子发现了，他住在那个伞里嘛，在那个伞里，要给他平反昭雪，要去破这个案，那么过一段时间他就把那个伞撑开，鬼妹子你下来吧，给你吃的，给他什么吃的，点个香。叫他闻香，他就饱了。你看这闻那个香，他就饱了。确实是有嗅香之鬼，啊，这个大家知道行啊。第十个是吉星鬼，吉星鬼是若有破戒、二皮伐斧、奇矿取财、严供病人、禁锢食欲啊、变自食之、有数自暴、常食不敬、自少其身。这个呢就是修行人了。一讲到破戒，那肯定是修行人，有戒的才叫破戒。没有戒的无所谓破戒，这个修行人呀，就是不持戒，但是呢，他还起啊狂过取财，狂过取财就是故意渲染。我们现在土话叫搞些一个愣，一个愣知道吗？方言就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一些借口，或者故意渲染某一种东西啊，骗别人的财物。这种人如果是堕落鬼道的话，他是一种吉星鬼。这种吉星鬼呢，经常吃不干净的东西，经常自己身上出火焚烧自己，所以说每一种鬼他都有他自己的不同。这一种除了经常吃不干净的东西以外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他身上经常冒火，这种火是来自他自己的身上的，焚烧他自己，这个没有办法。这个没有办法。在一个资料上讲到鬼道的一个王，鬼道的一个王，他能通灵很多的鬼啊，也非常有大的伟德。但是呢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哎，他这个面前就显现一个果盆子，他就得抓紧个果盘来填到嘴里，他就受那种报。别人问他，哎呀，你是大王，你也这样？他说我和大家一样，虽然是王，我是你们的王，你们也吃那个果盘。由于果报如此，到时候我也得吃那个火炭，一到点儿他这个火炭就显现，他必须抓起来放到嘴里，这就叫果报啊。第十六呢是四变鬼，由母矿取财，不朽夫业，因受此报，身毛火出，食人气力不净，以此存活。这个四变鬼啊，谋矿取财，补朽扶业，哪一种呢？相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就是用欺骗的手段做生意，或者是骗人。后面呢就是补朽扶业，
不知道修行佛法，不知道修行功德，这种人堕落恶道的话，那么就是身上呢有毛，他这个毛经常都上面透火焚烧自己啊，他们吃人排泄出来的不净之物以子活命。书编了第十七是黑暗鬼，枉发求财，欺人老中啊，目无所见，身长哀酸，常受暗处，恶舌变满，忧倒歌苦。这个黑暗鬼可能是用种种手段，或者是诬告别人，让别人进入了监狱啊，或者说是我们本来就是关监狱的啊，管理监狱的，那么本来应该是减轻罪行了，而因为要收取他那好处费，没有给人家减轻啊，都会受这个黑暗鬼的火爆。第十八是大厉鬼，大厉鬼是有偷盗人物，食诸恶有，不食福田，因受此报，大力神通，多被苦恼也。这个大厉鬼是这样讲的，这人生前啊偷盗别人的东西，他偷盗别人的东西以后啊，然后拿来与他们亲朋好友去享受，叫咱们说就是挥霍了，不是自己来享用，他偷来了骗来了，然后去跟他们亲朋好友下馆子去旅游去玩去啊，而不是福田，因此受恶鬼身之后，虽然有很大的力气和神通，但是经常会遭受很多的苦恼，因为是鬼道，鬼道首先它是由鬼道众生的共性。第十八是智然鬼，由破城超越伤害百姓，因受此报，好福不患，变身活然，不得为人，常被劫夺。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战乱年代，战乱年代你比方说拱城啊破城啊，破城以后洗劫一空，比方说我们那个知道的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，八国联军拱入北京以后啊，就是说把那个圆明园的很多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，最后焚烧了圆明园，这是一种。实际上强盗也是这样啊，强行掠夺也是这样，因为这种人呢受到恶鬼报，嚎叫呼唤，变身火烧，他的身上经常出火焚烧自己，后得为人，常被劫夺，即使果报完了，在得人心的时候也是经常被人家抢东西，经常被人家欺负。第二十思婴儿变鬼，就是由杀婴儿心神大怒，因受此报，常似人变，能害婴儿。有一种是专门害婴儿的鬼，这种鬼生前由于生起非常嗔恨的心而杀婴儿，不管杀自己的还是杀别人的，由于嗔恨心杀了孩子，那么因此受到恶鬼之报，他们经常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杀害婴儿，这是嗔心，嗔恨心，那种嗔恨心的心念力量导致了他们这种果报。